哎呀，小子的弟弟，你们两个在干嘛呀？又在看我的烤包，这烤包不是你们都拆过吗？哎呀，小舅，这个这是买的2元包第30袋的，我好像还没有做过 PK 挑战呢。确定我们没有 PK 过吗？确定。那咱们今天就来一次最新的豪华三只蛋 PK 挑战吧。走，老规矩。那和之前的规矩呢也是一样的，我们三个人比拼猜一盒2元包，这里面呢是30包，我们就一人10包。如果等一下谁能猜出红金币或者 SP 卡，那之前呢我们奖励一直都是谁呢就猜一个印章嘛。那今天呢咱们奖励不一样，等一下如果谁赢的话，这一盒炫彩就给他猜，可以吧？来，先把烤包拿出来，舒服模式料，帮忙呀你们两个，打开，倒出来。今天由我来捣乱，你们两个别动，来捣乱。好了，这应该够乱了吧，自己选自己的，一人选10包，希望我今天能赢啊。这里没人选吗？我全部要了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够了。那今天呢由我先猜吧，那小伙伴们你们希望谁赢呢？如果你们希望我赢的，那别忘了给我视频点上一个赞，把你们欧气传授给我。来，先来第一包，希望第一包就中 SP RSR。再来看一下这一包，哎，是一张幼儿的拼图特林加强力型。再来看一下这一包，又是一张满星迪迦。再来看一下 SR， 我感觉我今天有点悬了呀。这一包 SR， 不是吧，我可不想输呀。这一包呢 SR， 不是吧不是吧。这一包SR， 不行啊，小伙伴们你们是不是没有给我视频点赞呀？这一包看一下 SR， 我的天哪，甜甜零第零最后两包啦，看看 SR， 不是吧。这一包，哎哎，哇塞，居然是德凯的最强进行，最后一包出奇迹了呀，我的天哪。那因为呢 SP 卡已经猜出来了，但是呢还有一张红金币的，那小子弟弟你们两个就比拼一下谁能猜出红金币吧，一起猜吧，开始，看一下你们两个谁能猜出来吧。我小子这边中了一张满星特林加，我弟这边目前还没有，哎，中了一张 SSR 的梅加洛基厄。我小子这边，哇，红金币出了呀，米库拉斯，这个红金币很少见耶，一个怪兽的。那全部拆完吧，看看我弟这边又是一张满星迪迦。我小子这边也是一张满星迪迦强力型，我弟这边中了一张鱼丸双人泽塔和赛罗，看一下还有没。哇塞，我小子这边又中了一张鱼丸白金邪恶特林加，我弟这边呢又中了一张满星特林加。哇塞，我小子这边还中了一张鱼丸的德凯，可以可以。那因为呢我小子今天猜出了红金 P， 我今天猜出了 SP， 那这个奖励咱们怎么分呢？那就这样吧，我先把这个炫彩拆开，嘿，然后呢补送包拿出来，然后呢这里面还送了一张 LR 卡片呢，也拿出来吧。这张 LR 呢是盖亚的威尔型，那这样吧，这张 LR 卡片呢就给我弟吧。然后三包炫彩烤包，来，我小子拆一包，这两包我拆，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那现在呢把这两包炫彩拆掉吧，看一下，中了一张 LGR 的戴拿，这一包呢看一下，一张横版剧情，一张育儿的怪兽白金呀，这前面是不是漏了呀，漏了一张横版剧情。来，小子把你那包也拆掉吧，看一下会不会有 SLR 卡片或者 ZR 呢，一张 3D 阿古茹，一张横版剧情，看一下，哇塞， SLR 艾克斯资本装甲， SLR 的炫彩卡片，我已经好久没拆出来呀，今天我小子运气可以啊。那好了，今天呢又是开心愉快的一期视频了，那小伙伴们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别忘了给我点播关注再加赞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